就在刚刚，尤文图斯官方突然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，球队主帅阿莱格里将在本赛季结束之后离开球队，正式下课。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，毕竟尤文的赛季还没有结束，他们还有两轮联赛没踢。而下一轮尤文主场对阵亚特兰大的比赛，将是阿莱格里向尤文图斯球迷的告别战。五年之后，阿莱格里终于要和尤文说再见了。现在暂时还不知道谁会解题阿莱格里成为尤文图斯新帅，但是阿莱格里下课之后，肯定会有不少事情的进程被改变。首先就是迪巴拉的去留问题，原本阿莱格里是一直主张卖掉迪巴拉的，这个赛季迪巴拉在他手下彻底失宠，但是尤文高层其实并不希望卖掉迪巴拉，这可能也是阿莱格里最终下课的原因之一。如今阿莱格里下课，迪巴拉基本就会留在尤文图斯了。昨天迪巴拉还曾点赞一条球迷的 ins， 小迪，等新教练上任之后，你会比 C 罗更重要。迪巴拉的命运因为阿莱格里下课而改变，尤文头牌 C 罗自然也会受到影响。平心而论，本赛季阿莱格里并没有完全发挥出 C 罗的威力，尤文的中前场无法为 C 罗提供太多的帮助，很多时候 C 罗都显得有些孤立无援。在阿莱格里治下，尤文似乎已经习惯了慢悠悠的养生踢法，这和 C 罗的冲劲有些格格不入，也许换一个教练可以让 C 罗发挥出更大的作用。